할렐루야. 사랑하는 성도님들, 행복한 주일입니다. 다 같이 만민 찬양 42장 부르시면서 주일 대배를 준비하겠습니다. 자
찬송가 453장입니다. 一同默祷，将主日大礼拜献为父神。
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阿门。一同起立唱诗第九首一节。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清晨我众歌颂，欢声上达天庭。圣哉，圣哉，圣哉！慈悲全能主宰，赞美三一神。父子与圣灵，阿门。请翻开情经文四十三篇马太福音六章。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阿门。告白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请做回归一周做悔改祷告。소신사랑의아버지하나님감사를드립니다지난한주동안도주님의사랑과은혜안에우리모든성도님들을지켜주시고보호해주셨다가걸어가고복된주일을맞이하여우리아버지하나님전에서또각처소에서하나님께신령과진정예배를드리게하심에감사를드립니다그러하오나한주동안열심히믿음안에살아왔다했지만우리아버지하나님보시기에합당하지못했던모든말과생각과행신들이있어오면이시간우리주님의거룩한보혈로다씻어주시고정결하고깨끗한심령으로하나님앞에신령과진정예배를드릴수있도록도와주시옵소서감사를드리옵고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一同唱四百五十六首之后，未来礼拜由二十教区卢永辰牧师做代导。欢喜快乐与主同走，步步随主行其后，天天踏着恩惠脚踪，满心赞美无愁苦，跟随主行其后，步步必无错谬，任何时任何处，紧紧跟随我主，与主同行必定稳妥，信心手与他握紧，
随时随地与他亲近。仇敌魔鬼不敢亲。跟随主行其后，步步必无错谬。任何时任何处，紧紧跟随我主，步步随主，终身相亲，即或一时或一分。山岭虽高，我仍前进，攀援而登靠信心。跟随主行其后，步步必无错谬。任何时任何处，紧紧跟随我主。耶稣护我十分周密，时时刻刻永不离。我要谨遵主的旨意，向前行，始终如一。跟随主行其后，步步必无错谬。任何时任何处，紧紧跟随我主。哈利路亚。父神说万事都有一定的时期，一样将一切荣耀归于在毫无差错的成就的父神。父神来，父神为了人类让耶稣来到这卑微的地上，受尽所有的苦难而复活升天，也感谢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主耶稣的大爱。每天愿生活在真理当中的儿女能够得到圣灵清新的引导，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感谢主的圣灵的大爱。我们铭记主三位一体的神的大爱，因此我们愿以心灵和诚实来献上礼拜。牧者以献身牺牲所献出的爱，所走过的道路并不容易，但是我们相信一定会在最合适的时机、最美好的时机，昌大的成就父神的旨意。父神所建立的植物代行李守镇牧师一心引导万民，尤其在准备所有的万民的圣徒一同能够享受到感动与恩典的这样的时间的时候，父神愿赐下他更大的能力。我们现在的圣徒都在凭信心的眼在度过这蒙福的时期，因此愿我们更加能够得到祝福。今天我们来听准牧师的正道第19讲，愿能够抛开我们的魂与灵，骨节骨髓，得到能力恩典。主持礼拜的林雪玲牧师，求父神赐下圣灵的感动，有以马内利唱诗班的献诗和林夕管弦乐团的演奏，求父悦纳。从一早为礼拜所辛苦的所有的工人们赐下灵肉之间的健康的祝福，全国全世界通过机线电视、通过 YouTube 各种媒体一同做礼拜的所有的观众和万民的所有的圣徒之上，求父赐下极大的恩典和感动，通过主日大礼拜将荣耀归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今天蒙恩典的经文是启示录20:13-15。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们就被扔在火湖里。阿门。由于曼德里创始办的现实和那些管乐团的演奏之后，我们来听准牧师的正道地狱第19讲。亲爱的各位圣徒，全世界及全国之教会各位圣徒，至圣殿各位圣徒，全世界通过因特网做礼拜的各位圣徒，各位即兴观众，今天是地狱第19讲。上一讲介绍了一个灵魂将来会站到天国和地狱的交叉路口，他曾经看过听过灵界的奥秘知识，又凭靠神的恩赐担负很多使命，但由于未做内心的割礼，心生骄傲，放纵情欲，屡次犯罪，违背神，甚至抵挡圣灵。
不管我们向生活再久，如果不做内心的割礼，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成为撒旦的食物，有可能会背弃信心。所以使徒保罗说，即使以为自己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这是因为没有做内心的割礼。做内心割礼的人会成就圣洁，进入灵与全灵，所以不会成为撒旦的食物。我们努力做向生活，就是要做内心的割礼。就像调广播频道就能听到自己想听的频道一样，如果符合自己的理，没有做内心割礼的人，就会因隐藏在内心的各种问题而发生问题。如果发生可骄傲的事情呢，就会骄傲；如果有贪心，就会发生与贪心相关的问题。比如说，从小就过得很穷，于是心中想，我想要那个，能买那个就好了。我想穿好一点的衣服，能用好的家具就好了。自己就是没有享受到，但后来有钱了，现在完全可以买这些，于是呢就买好多以前没有得到过的，现在一个个的去买，就这样渐渐的陷入世间当中，变得越来越贪。最终变得无法收拾，心渐渐的被抢夺，以直到无法支配自己的心和意念，同时也逐渐成为撒旦的食物。尽管蒙了神特殊的恩典，却背逆神，犯了不可饶恕的罪，所以注定落入下一劫。然而神特别允准他一次悔改得救的机会，就是在七年患难期间以殉道显明信心。圣徒们被提到空中与主举行七年婚宴，同时在这地上则发生大患难。此时整个耕作人类事工已告终结，但直到最后的一刻，神依然遍察全地，如同农夫收割完后会捡拾掉在田里的穗子一样，寻找能够得救的灵魂，拯救他们。这就是捡穗子救恩。现如今不知道有没有捡穗子了，以前在农村有捡穗子，人们把收割大麦后掉下来的穗子呢装在篮子里，又捡田里的稻子后掉下来的稻子，因为都舍不得，所以呢都捡起来。神也是一样的，为了在末时，为了多拯救一个灵魂，虽然是要进入乐园的灵魂，但是为了拯救那些灵魂，在七年患难中赐捡穗子救恩。农夫或许忽略一两个穗子，但父神绝不会丢弃任何一个，直到最后一个灵魂，神必拯救引进天仓，即天国。父神的爱便是如此。如此，神是无论如何多愿拯救一个灵魂，但为什么有些人却论断并定罪于神呢？神无论如何都愿饶恕，恒久忍耐，想要赐救恩的爱，但有些人却不懂得这样的爱，完全是自己的过犯。那么神召的时候也不答应，不顺从，还责怪神，怨恨神。千万不能那样，别让神担心。哪一个留在收割后的荒田里，愿大家坚实地站在信心的磐石之上。奉主的圣名，祝大家拥有不改变的属灵的信心。亲爱的各位圣徒，在天国和地狱的交叉路口，这灵魂生活与世人没有什么区别，
听到被提的消息发生后，像从梦里醒了一般清醒过来。之前听了很多神的道，很清楚主将空中降临、被提以及七年患难，也知道殉道是唯一得救之路，这才开始悔罪，组织同在教会没有被提的圣徒一起礼拜祷告，为殉道做准备。时候到了，因拒绝接受兽的印记，遭敌基督势力迫害，受到撒旦挑唆的敌基督势力的刑拘残害，例如从头到脚剥皮。神向我启示给我的时候，是从脚尖开始剥皮肤，用烧红的烙铁烫全身，连敏感的私处也不放过。为了不让人们死，用技术手段来严刑拷打，不仅仅拷打一次了事，为神痛苦极致，调节时间和强度，持续拷打。刺耳的就是用技术手段来拷打，严刑拷打。为什么？因为死了就是殉道，所以无论如何都要让人否认耶稣，使用最残忍的拷问手法，不让人殉道。刺耳的尖叫随时传来，刺鼻的焦皮味弥漫，皮体被剥，血肉模糊，低垂的脸上布满死尸铁器的气息。只要能战胜比死亡还要痛苦的难熬而殉道，以前的恶行将得到赦免，还能惭愧得救，进入天国最低层乐园的角落。然而不堪忍受折磨，屈服于接受兽的印记的人，即便一时免遭酷刑，死后还会落入下阴间。排在出卖耶稣的加略留大的颈后面，被钉右侧的十字架上遭受刑罚。被钉在十字架上持续七年患难期间遭受的折磨，即慢慢的被剥皮，被铁烙全身，重复刑罚一千年。不仅遭地狱差役的拷打，在地层追从他一起行恶的灵魂们也群起相攻，把照各自罪过受刑的痛苦与愤怒通通向其发泄。此刑罚一直延续到千年王国，直到最后的大审判之后，被扔进烧着硫磺的火湖里。七年患难期间遭受的酷刑再重，一旦胜过就能得救，将来可在天国得享安息。我们的神切盼所有落入七年患难的灵魂，就是殉道也要得救。这些灵魂殉道的最后一刻，神岂不是一直焦急万分关注守护吗？当然，七年患难中神不愿一个留在地上，所以我们大家要殷勤地传扬福音。彼得后书三章十节前半节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主的再临很是突然。同样，对于口称信主但灵里不警醒的人，同样突然，毫无准备瞬间留在七年患难的人，该多么仓皇失措呢？听说过七年患难的人，至少会知道届时如何才能得救。传福音要讲明被提、七年患难等关于幕后之事的信息，原因就在这里。就说为了让人们在减罪子救恩中殉道得救，也要去传道传扬福音。很多时候我看我们圣徒们特别焦急，比如说圣徒们的父母处于病危状态，
在医院被判死刑，生命垂危。每当那时呢，就会对我来说，请为我的父亲做祷告，哪怕能让他得救就好。还有我的哥哥不信耶稣，求祷告让他能够得救。现在生命垂危，经常有这样的人来邀请祷告。那么就不知道总会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总会有一天会面临死亡的。那么为什么没有传道呢？那么我问他为什么没有传道呢，就会说就因为怕受到逼迫。那么这是救自己的父母，救自己的兄弟，还怕什么逼迫呢？因为传道来拯救自己的父母弟兄，但是配怕逼迫，所以就不能传道吗？如果打右脸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什么好怕的呢？只要能得救还怕什么呢？比起生我的父母去地狱，比起我的兄弟去地狱，如果被打一巴掌也能传道让他们得救，那该多感谢呢。可却怕逼迫不敢传道。在临死的时候就拜托我求他祷告，说救救他让他得救。非常令人惋惜，希望我们圣徒们不要这样，要在父母健康的时候努力传道让他们得救。虽然不容易，但肯定有良善的人听了福音会相信并接待主。还有些人虽然听了福音，当时反感排斥，当看到歧视真实发生时也会接待主。传道给人不能一味严厉警告，要智慧的劝说。例如先在行为上给传道对象以信任感，再传福音，就更容易使其打开心门。希望圣徒们无论在何地何时何地，都能散发基督馨香，将家人亲戚邻居引向天国。亲爱的各位圣徒，说明完下阴间的内容，接下来讲地狱。下阴间虽然是属于地狱，但严格区分是与地狱不同的空间。下阴间是未得救的灵魂经最后的大审判落入地狱之前受刑等候的空间。真正的刑罚从硫磺火湖正式开始。在了解硫磺火湖之前，简单讲述从七年患难到最后大审判的过程。七年患难结束后，地上会迎来千年王国。七年患难期间，被提的人在空中举行七年婚宴。那么在地上将迎来七年患难，七年患难结束后，婚宴呢就会结束，无数的得救的灵魂与主一同来到这地上。主耶稣结束婚宴后，协同得救的神的儿女来到此地，邪灵被关在地狱最深的无底坑里。也就是说，在这地上的活动的那些恶邪灵都被关在无底坑里，包括路西弗在内，四条龙、他的使者、鬼都会关起来。得救的圣徒们与主一同作王。那时候呢，大家都将作王。虽然现在只是普通的市民、国民，但到时候呢，会作王。此时在七年患难存活的少数属肉的人也步入千年王国，与得救的属灵的人一起生活。但他们不像属灵的人执掌王权，而是受属灵的人支配。千年王国期间，地上没有邪灵，地球环境也以
恢复净化。圣徒们得享真正的安息和平安，千年如一日飞逝而过。在七年患难期间，地球已经很荒废了，而且在地上将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三分之一的人死亡，就是荒废不堪了，完全被毁坏。但主来用话语重新净化一切，重新打造美丽的环境。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生活在这地上生活千年，千年王国期间未得救而死的人会继续在下阴间受刑。大家可能会想，如何打造新的地球呢？但神是用话语创造天地 万物的，用话语净化一切，净化的比我们现在生活的地球更加美丽。残酷的刑罚周而复始，会多么痛苦呢？这些灵魂当中有的已经受刑数千年了，比如说在三千年前死了，那么在三千年来，他要在以后的一千年就四千年受刑。大家理解了吗？所以有一些人在数千年一直遭受刑罚，满一千年后被关在无底坑的邪灵暂时被释放。这时众多属肉的人被邪灵迷惑，攻击属灵的人。在启示录中都说明了，也就是说等千年时间满了，神就会重新释放被关在无底坑里的邪灵。这时这地上有很多属肉的人，那么我们是属灵的人，那么在千年患难中生存下来的人，就是结婚生子，就这样在千年时间里不断的繁衍，属肉的不断繁衍。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千年期间呢，没有死亡，没有疾病，也没有灾难，生下来呢就不会死，所以千年期间就满了地球。那时从无底坑中重新被释放的邪灵势力又迷惑人们，再次迷惑人们否认耶稣。所以这地上生活一千年的我们呢，该怎么办呢？要努力传道给属肉的人，免得他们被迷惑。因为知道一千年后撒旦会出来迷惑他们，所以为了不让他们迷惑被迷惑而传道。但圣经中记载，虽然努力地教导属肉的人，但等千年满了，撒旦从无底坑中出来时，无数人被迷惑而死亡。所以人呢总是容易善变的，所以亚当和夏娃也是生活了无数的岁月，但最后还是被尖角的蛇所迷惑，摘吃善恶果，走向灭亡。与此同理，人们怀疑地说，生活在伊甸园一样幸福的地方，亚当和夏娃为什么不顺从神的话语摘吃善恶果呢？有这种疑问的人到千年王国就会很快地解开那疑问的。为什么尽管属肉的人幸福的生活在这地上一千年，但臭头魔鬼迷惑他们时又被迷惑？虽然属肉的人很努力地教导他们，但还是被迷惑。因此我们可以亲眼看到，原来亚当和夏娃也都是这样被迷惑的。神降火除灭他们，千年王国时代落幕，进行最后大审判，照着个人的行为决定赏罚。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详细记录了使徒约翰看见异象后记录的审判的场景。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就是大而白色的宝座，就是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那么案卷呢，不只是一本，有复数的，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那么案卷展开是
即将要受死亡审判的人们的案卷，另一本是生命册，就是记录得救的灵魂的名字的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无论如何都要被记录在生命册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犯至于死的罪，无论如何都要防止生命册上的名字被涂抹。记录在生命册上的灵魂，得救的灵魂也都将受审判，得救的灵魂也都受审判。那么是什么审判呢？是奖赏审判，是按照在这地上所行的赐奖赏审判。得救的灵魂受审判后领受赏赐，照各自的信心的大小进入新耶路撒冷的不同天层，是根据乐园还是第一层天国、第二层天国、第三层天国、新耶路撒冷等，根据敬重的程度、圣洁的程度都不同。相反，未得救的大多灵魂则根据各自的罪过判罚，最后被扔进火湖，即地狱里。我说大部分的灵魂，是因为还有特殊的例子。青春期以前，大约12岁前死的灵魂，大审判后不会落入地狱，因为他们不是完全自主选择个人信仰。与大人相比，孩子们多受父母、祖辈、周围环境等外在影响。慈爱与公义的神参酌这些因素，使他们免入地狱火湖，使他们则在下阴间永受刑罚。七年患难期间存活，经历七年亡国的大部分属肉的人不能得救，受到审判后被扔进地狱。地狱细分为火湖和硫磺湖。启示录21:8说，唯有胆怯的，胆怯的是说不信神的人。那么各位，即使信神但仍行罪恶犯罪的人，更何况犯那些至于死的罪的人，不能说是信，因为连信的第一阶段都达不到。但是嘴上说信，还赞美祷告现金，然后还犯至于死的罪，那么神不会认定为那是信心。就像在约翰一书所说的那样，他们都是说谎的人，说相信却说与神有相交的人，那是说谎的人。如果真的有相交，就不能那么做，所以他们会胆怯。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在此没有说火湖，而是烧着硫磺的火湖。而启示录20:10则说是硫磺的火湖。圣经明确告诉我们，地狱既有火湖，也有硫磺湖。硫磺湖比火湖热7倍，痛苦远远超过火湖。启示录19:20说，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兽基、敌基督还有假先知，七年患难期间迷惑众人引入死亡，其罪之大，必活活的被抛入地狱。
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将被扔进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如此，重犯将进入硫磺湖，最轻者将进入火湖。更确切地说，等待下一间遭受第一、第二阶段刑罚的灵魂会落入火湖，等待遭受第三、四阶段的灵魂会落入硫磺湖。各位圣徒，听了下一阶段刑罚，对那残忍、残酷折磨恐惧战惊吗？那对那些可怜受刑的灵魂，是不是让大家流泪，觉得怜悯呢？我其实也没有解释讲得更深，因为没有召唤与生活的人会感到害怕，所以没有说得更深。其实都准备好了画面资料，但是没有给大家看。然而火湖与硫磺湖比下阴间的痛苦更是大的无法比较。虽然说明千年来在下阴间所受的痛苦都已经很可怕了，但是这火湖和硫磺火湖的刑罚比那刑罚更可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自己要在开水里待一辈子，那怎么能挺得住呢？一分钟都很难熬。但不只是一天，而是无尽的岁月要在开水当中，但是要比开水更烫的火湖里，掉进更烫七倍的硫磺的火湖里，要永永远远，要不停止地承受那种痛苦。怎么能承受那种痛苦呢？是承受不住的，我连想象都不敢想象。承受不住的，我们光是听了这种痛苦描述，怎么能完全明白呢？将来我们得进天国，更是美得无法想象，远非感觉可知。永远这个概念从来无人体验过，只能靠猜想。天国的美妙生活，那喜乐、愉悦、幸福、迷人、绚丽的景象，动用所有经验、知识、感觉和想象。但无论怎样发挥，真正的天国幸福生活都无法形容，与穷词穷语尽也接近不到实际情景、实情实景。等我们真正到了天国，亲眼所见体验之后，将会瞠目结舌。因为在披戴肉体的状态下，要理解属灵的是非常有限，实实在在的天国展现在眼前的那一刻，任何人都会惊叹。因为从肉体方面理解属灵的是非常有限的。我也是写过天国书籍，那么神对我说，如果到天国你也会瞠目结舌的，因为觉得非常的美丽惊叹，就完全是形容不出，所以呢会说也会说我是瞠目结舌。在因为珍珠门是打开过的，打开的，那么站在珍珠门面前，里边呢都会看到的，那样这样的美丽的耶路撒冷，想着这样的耶路撒冷有什么可孤独的呢？地狱的痛苦更是同样，若不是亲身经历，那痛苦究竟何等程度是无法理解的。我想尽可能说明到位，但地狱的惨状用世上的言辞连1%都形容不出，尤其想到那痛苦永不止境，将会更加绝望，更加痛苦。各位圣徒，下一阶的灵魂知道自己受审判后将会去哪里，被虫咬，被地狱差役撕扯，永远看着火湖与硫磺火湖的火焰，会喘不过气来，因为都在同一个空间里，知道自己将到那里受何等的痛苦，肉体精神双重痛苦。为了让大家对那些灵魂感受有所理解，接下来讲述来自下阴间的叹息，大家一同感受一下那恐惧和绝望的滋味。这哪是人的样子，想起我的出生和成长，现在我哪还有一点尊严？在这无限的悔恨和痛苦中，如何冲出黑暗，
解脱痛苦。如何才能让我这不灭的灵魂不呼吸，永远死掉？我该怎么办？怎样才能让我这连续不断的刑罚中缓一缓？可怜呢，我的处境，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有没有办法让我解脱，脱离这折磨？想自我毁灭，但无法做到。这求死不能的命真是难熬。没完没了的酷刑，这无休止的痛苦，寻死又无能，寻死又无门，只要一口气尚存，痛苦就无止境。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过不多久，我将被投进那深不见底、熊熊烈焰的火湖里了。我怎么能承受得住那烈火的烧灼？现在我已痛苦万分，怎么还能忍受得了被投进火湖里呢？烈焰让我害怕，高温令我难耐，深不可测、永不熄灭的火湖，我怎么能忍受？我想躲开那种刑罚，不想忍受那种痛苦，可又有什么办法？我多想、多渴望神能再给我一条活路，可是我看不到，我将永远看不到那条路。日复一日摆在面前的唯有痛苦和绝望，如何熬过那漫长的时日？怎能忍受那无止境的痛苦？多么想能有一条活路，一条得救的出路。请可怜我，救救我吧，我实在害怕，无法忍受，请饶恕我，救救我吧。我已受了那么多的痛苦，还要让我在那火湖里继续受折磨吗？饶了我，放了我吧，可怜我，救救我吧，救救我吧。关于地狱，下一讲继续详细讲解。下面说结论，亲爱的观圣徒，有些人听到被提的事，可能会想到时候如果真的发生被提事件，就是殉道也要得救。平安时都会被世界迷惑，未能守住信仰的人，怎能忍受酷刑持守信仰呢？连殉道的机会都没有，死后就会直接落入下阴间，就算获得机会殉道，顶多能进入天国的乐园。今天介绍的灵魂，尽管抓住最后的殉道机会，也只能进入巨神的宝座最远的居所。当然能够得救已经感激不尽了，进入天国的乐园的幸福无法言表。但是这里，在这里是永远见不到成为我们新郎的主，也不能对话，也不能得见神。不过在地上如果认真担负使命，就能进入新耶路撒冷荣美的居所，还会如此后悔莫及。如果大家这样想着天国新耶路撒冷，就应该离弃各样的恶事。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自己有多么恶，那么我已经向大家说明了善的四阶段的话语，比较一下呢就可以了。还有圣灵的九种果子、爱片的话语、八福的话语，听这些话语做比较，就能发现自己心中有多恶。神说不要论断定罪，但有的人，很多人论断定罪。神说不要数落，却不顺从。这都是因为自己心中的恶，只留下新耶路撒冷的憧憬，更让人遗憾、思念、以泪度日。希望大家无悔此生。值得庆幸的是，总算忍受到底，得胜当时，能够充满感恩的肯定自己所行。奉主圣名祝愿大家。
思考话语，一同做祷告。사랑의아버지하나님감사를드립니다한때하나님나라를위해서귀하게쓰임받았고또은사를받았던그런한영혼이마음이변질되어져서귀한제단을헐려고하고어려웠게했던그런영혼이었습니다그런영혼이7년환란에그이삭족의구원에아버지귀회를붙들었을때는구원받아서낙원의가장자리에들어가지만그귀회도붙들지못하면영원한불멍유황물에떨어진다말씀을들었습니다이런말씀들을우리의마음에새기고우리는귀회가있사오니아버지께서주신귀한사명들을감당하고더마음의성결을이루어서아름다운새예루살렘을소망하며뜨겁게달려나갈수있는우리모든만민의성도님들이될수있도록도와주시옵소서감사를드리옵고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接受主人们示威患者做的祷告，把手放在疼痛之处、软弱之处接受祷告。没有疼痛之处的人，把手放在胸前，为心愿、凭信心接受祷告。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此刻求您亲自按手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超越时空，通在机仙电视观众之上，通过因特网和屏幕接受祷告的知教会、知商店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势力，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求父用圣灵的火原本的光焚烧并医治他们从头到脚五脏六腑每根骨节全身神经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抽屉们鬼撒旦以及疾病病菌软弱都退去光啊进入吧求父用圣灵的火将所有绝症顽症焚烧净尽击退疟疾以及所有风土病鸡腿感冒、咳嗽、发烧、全身酸痛、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任何流行性疾病病菌不能进入，求父保守。求父使胃癌、肺癌、乳腺癌、子宫癌、大肠癌、皮肤癌等各种癌症，以及艾滋病、白血病、脑溢血、高血压、低血压、心脏病、肺病、胃病、糖尿病、妇科病、皮肤病、甲状腺疾病以及所有炎症也都得到痊愈。也求父使小儿麻痹、中风、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得以健全，腰痛、头痛、神经痛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癫痫、自闭症、抑郁症、躁郁症、神经衰弱等一切精神疾病也都退去。我吩咐麻痹瘫痪的得以释放，瘫子要起来行走、跳跃。模糊的视力要看得清楚，听不清的耳朵要听得清楚。瞎子要看见，聋子要听见，哑巴要开口说话。使各种事故后遗症得以洁净，骨折得到愈合，烧伤、烫伤得以痊愈，火毒都退去，热气也退去。父啊，求你做工，不留下一点疤痕。毒品以及各种药物剧毒中毒也得以洁净。已死的神经细胞复苏，死人也复生。求父给不能怀胎的赐予怀胎的祝福，得到怀胎的祝福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仇敌魔鬼撒旦、空中掌权的众邪灵都退去，他的差也退去吧。这世上的邪灵、污秽的灵、虚假诡诈的灵，以及挑拨离间、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松开一切凶恶的绳，黑暗退去吧，光啊进入吧，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离析罪恶，成为圣洁的能力，使他们灵魂兴盛，凡事兴盛，成就家庭福音化。祝福您儿女们一周间从各种事故灾殃中得蒙保守，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用圣灵的火源、天兵天使、主火焰般的眼目看顾保守所有神儿女们的家庭、工作、事业，将智慧和明泽赐给学生们，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不被世界所夺走，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
祝福您的儿女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使他们都能见证我遇见了神，体验了神，得到了应允，得到了祝福。父神，感谢您，将荣耀归给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一同唱万民赞美92首，把准备好的现金献在父面前。蒙古万民教会，哥伦比亚万民教会，马来西亚吉隆坡首尔，树草万民教会，北部之声殿，一政府之声殿，委内瑞拉，泰国清莱，济州，泰国清莱，釜山，雾安，昌原，马山万民教会，马来西亚，盆塘之声殿，九里之声殿，丽水，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密阳万民教会，马山万民教会，群山，昌原，泰国，蒙古万民教会，义山万民教会，天安万民教会，拉脱维亚，有通知，来到本教会新登录的圣徒和因特网登录的圣徒，真心欢迎大家。主任牧师的著作《心灵和诚实》来做礼拜，瑞典文斯洛伐克文电子书发行。主任牧师的著作《十字架之道》英语有声书刊发行。主任牧师的信仰专栏定期刊登在基督宣教新闻首尔新闻通讯，万民新闻韩国语996号，英文746号，汉语620号，新闻因特网发行。第一版刊登了因威尔森病不能说话不能走路的儿子因超越时空的祷告，现在能够走路的印度德里万民教会曼兔格鲁玛圣徒的见证。第二版刊登了神是爱的系列第13全能之上的全能的话语。第三版刊登了图片新闻2023儿童学生主日学校教师讲习会消息。第四版刊登了带状疱疹得医治的二大大九教区的一位执事和腰部狭窄耳鸣等得医治的中国二教区朴美子圣徒和
面部麻痹痉挛得医治的三大大二十一教区金心爱确认时的见证。6月26号周一下午3点，在大田万民教会举行第33届教坛定期总会，正道是副总会长李守贞牧师。迎来收割感恩主收割感恩节，今天下午2点在3楼圣殿有学习式礼施洗学习仪式。下周主日是收割感恩主日，晚礼拜时有圣餐礼，在圣殿3楼圣殿和住宅礼拜时及各支商店。在家庭里准备圣餐礼的，请大家准备葡萄饼和葡萄汁，尽心尽力的来参加。2023年万民夏季训练会日期为7月31号到8月2号，主题是刚强壮胆，讲师是植物代行李守贞牧师，万民祷告院李福仁院长，会费是在7月2号到7月30号来交纳，交会费是7月2号到7月30号。网上交纳费用是在7月3号周一开始。为了蒙古万民教会创立20周年纪念礼拜，有手帕聚会，讲师是林雪玲牧师，还有孙荣诺长老一起出差。出差期间是6月30号到7月5号。万民文化学院第二期的兴趣班有吉他、插花、摄影、舞蹈、美术、书法、英语、中国语、水彩画、播音、影像、视频。报名时间为6月27号到7月16号。2023年长老确实任职准备会议是在7月2号主日晚礼拜后，在住宅礼拜室。7月份的推荐图书是《警醒班以色列》，希望众徒们多多参加。6月27号。周二上午9点30分，在3楼圣殿有教会立位职员的早会。准牧师的著作在室内各大书店有售，也有电子书、有声书刊销售。希望圣徒们为向成长、文书宣教多多利用。为了现金做祷告。父神向您献上1/10。献上生日感谢现金，感谢现金，献上救济赞助宣教现金，圣殿建筑现金，极限电视宣教现金，也献上许定的现金，求父亲自按手赐下连摇在岸上间下来的祝福，成就所有的心愿，祷告和祈求也赐下应允。家庭事业求父保守祝福，使我们更增加1/10和感谢的条件。所心所重求父赐下30倍、60倍、100倍以上的祝福。感谢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接下来欢迎新友，当我点到大家姓名的时候，请大家站起来做祷告，欢迎大家。首先是用因特网当中圣徒，马来西亚徐秋芬。神的儿女们登陆到世主身体的祭坛，此刻在天上也印证为万民中央教会的羊，求神赐下灵魂兴盛、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的祝福，帮助他们站立在信心的磐石之上，加增他们胜过这世间的力量、恩典、能力，被圣灵充满，祝福他们成为恳切寻求主、遇见主、体验主、荣耀神的儿女，成为爱主又蒙主喜爱的儿女，直到进入主的国度。感谢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奉主的名欢迎大家，请大家一同起立，准牧师以祝祷结束主日大礼拜。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始终与我们同在的父神无微不至的慈爱，以及使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将我们引入公义中的圣灵的感动、感化、交通和充满，临到此时聚在一起做礼拜的所有圣徒之上。阿门。